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 LSPDFR。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山林的警察了，好像很久没有做山林的警察啦，来山区巡逻一下，走进大自然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看有人走过去了啊。啊，这个任务是哪里 ？Plato Bay 啊，不接。我们今天只接山区的案件啊。那是不是有人怀疑，为什么我的视角看起来特别高呢？没有错，在经历了被美洲狮无数次欺负之后，我现在学乖了啊，我直接。站在车上好不好？看你美洲狮多嚣张，来啊！哪里还有美洲狮啊？你看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要开的车就是这一辆 Ford 的 F150， 毕竟在山区嘛。如果开一般的轿车什么的，就有点显得太弱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选了这种大马力的，这个车子叫什么？皮卡车还是什么？好像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称作这种车子。不过还是算了，这个我不是很了解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从山里开始巡逻吧，来看一下山上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或是临时案件可以接的。这边装了这些树木的 mod， 我就不知道这边的路是怎样了，有点认不太出来了。这边的木头都好长一根哦。看一下山区会不会有案件呢？应该很少。哎呦，哦，小兔子，小兔子，我还以为转角遇到美洲狮。来往上爬哈，你看我们这个车子大马力，爬山非常的好爬呢。那边一路上去是哪里啊？我真的对这边超级陌生哎。看一下哦，哎呦这个地方啊，哇啊好像有点印象，可是对，因为这个树木太多了，让场景都变换了。这就是在下面那个河的另外一边啊。啊，我好像连到，哎呀连。啊，撵到他的同伴了，小兔子的同伴。哇，这边好多兔子哦，现在才发现。好了，来接接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按键可以按的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 activity shooter， 好像在我们刚刚来的那段路上，是不是？来哈，八股一下，哎呦，撞到撞到。下面已经有枪声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那个往上走，哎，这边已经有一个警察来了吗 ？What？ 哦，他朝我的车射过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重型武器，哎呦，这边有一个警察已经倒地了，攻击他，他的枪还在走火乱射，不要射到我，不要射到我，还在，是，哇，前面这警察被爆头，这警察 ，Oh my god， 警察被爆头了，天啊，啊，这边的人呢？这边的同仁没事吧？啊，这边的人他卡住了，然后过去看一下这嫌犯。哇，这个老头是怎样疯了是不是？拿着机枪大白天的在那边扫射。好，我们叫个监视单位过来处理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天哪，一名警察同仁殉职了。这个身为一名称职的山林警察，就是要在树林间不停的穿梭啊。这个挡风玻璃完全让我看不到前面的路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我觉得还是不要乱开什么第一人称好了，还是切回来好了。第三人称我都觉得够难开了，还要我开第一人称啊？啊，这边有一个红衣男子，他是女的，是不是？一个阿姨还是姐姐之类，来，突然想到，来调查一下，爬山的人说不定啊，来哈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啊，我不是故意要骚扰小姐姐的，麻烦借我看一下，因为山区你们也知道没什么案件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只能乱查一通。Kelly 啊，我们来查一下这个 Kelly 姐姐，您的身份证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爬山的人应该都是好人吧？啊 ，OK， 好的。Kelly 姐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啊！啊，请你继续你的爬山 ，OK？ 开回来，真的都没什么案子哎。我们再继续往前啊！哦，这个地方水流非常清澈，非常适合这种爬山的运动。旁边不但有一些优美的风景，然后还有这种清澈的河流。好，穿过去这边，哦，这边路真的好窄。前面那是什么？那匹马的姿势好像走的有点奇怪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是用那种恰狗链的方式在走，有点特别。那个我们养的那些锦马被流放到这些山上来了。这里怎么有一辆废弃的车子在这个地方？看一下，调查一下。等一下，哇！这个美洲狮大喊一声往前走了，他在哪里？不会吧，美洲狮，
啊，没事哈，没有哈。好，我来回来调查一下这辆车子，看一下，这辆车子很像是什么？别人出了车祸就把它丢在这个地方了。这边变得蛮多的。远处传来了爆炸声响。High School 这个在市区的案件也可以叫到我，天哪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们是山林警察，麻烦一点，来一点靠近的。Pursuit of heavy army suspect 在那上面，来。等一下，那个地方怎么上去啊？那个在山上吗？哦，这个警车飞快的速度往前走，好，我们跟着他走，他好像知道路的样子。才怪，他完全不知道路啊，我们还是靠自己走好了。那个犯人应该是跑到这里面来了吧？来，我们开警灯啊！这台车的警灯非常好看，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有没有这个警灯超大？好，亮起来！山林警察来了，是前方那个吗？他们开什么车子？哇、哦，他们开门！哇，他们想射击我，撞他们，撞他们！哦，骷髅马警车，这边有警察已经挡他们前面是，来，挡住，围成一条防线，不要让他们逃走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打爆他轮胎，后轮也是。他们下车了，他们开枪了，我在换子弹，射他下体，射他下体。各位，我们尽量不要爆头啊，让场面比较有戏份。哦，不不不，这妹请你小心，这妹痛人。是妹子，是妹子，是妹子啊！来支援的是妹子，我能穿过玻璃射到那些嫌犯吗？继续射击，继续射击。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！往前看完，同样。哇塞，他们偷这个什么人道实验室的车子是不是？这些人有点像那个研究人员。妹子，睡啊、哦，不错吧？刚刚哥哥保护你啊，保证你没事。来看一下，四个嫌犯全速倒地身亡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把他们叫一个监视单位。我比较好奇，他们把这车子偷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里面呢、啊？来检查一下。来，我们收个车子看一下。我们找到了一个 a kitchen knife, a brown bag stuffed with money, 一袋钱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剩下就还好，没什么东西。所以他们可能是从那个实验室偷出来的一些东西呢。哎，啊，监视单位过来了，早说嘛。OK， 哎，你看监视单位一来，站在这边支援的刑警就会走掉了。因为警察摸着还有这种设计，所以最后收场都是监视单位就对了。好，辛苦监视单位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里面又出现了人体炸弹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是怎样？哎，不是，各位大哥，你不是死掉了吗？您的姿势怎么是长成那个样子呢？啊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管这些人了。我们往前看一下，他们是在山洞里面吗？我觉得很不妙哦。哦哦哦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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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把车子慢慢的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往前。等一下哦，就他妈的几雷哦！我身上怎么会有榴弹发射器？我们可以装备这么危险的东西在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啊、哦。那些人好像还没有做动哦。来哦，等一下，我知道。我们把车子倒后开。来，先进入黄色的范围，阿古一下，这太危险了，这太危险了，这个可能会出事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各位，我的车子会不会直接爆掉，然后我直接被炸死呢？阿航警官，阿航警官，现在蹲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叫支援过来，我觉得我一个人干不赢他们，紧急按钮给他按下去，来，这个我一个人不行，我先把警笛关掉，好吵。我们亮灯就好。来，警车来了，警车来了，撞过去了，警察直接往那边撞，是警察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看一下我们的资源。啊！我们的紧急资源整个被干掉，又来一个警察。我想看一下各位，我想看一下，不是我不出手。我想看一下到底来的资源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搞定。可以，来，我们偷偷摸摸的从这边往后走，偷偷摸摸走过来。他发现我了，他发现我了，我只是想偷偷摸摸走过来，他又发现我了。不行，我快死掉了。来，
往前天际贴到这个掩体这边贴着，有办法吗？哎，没有办法哎，这些恐怖分子的火力好猛哦，来了四辆还有五辆警车，没办法把他们搞定，真假的？好了，各位，来来来，我要出手了，榴弹发射器，敢伤害我们的同仁是不是？各位，我绝对不是见死不救，我只是觉得时机未到而已。来，等他们打完，应该不会发现我吧？这枪战火拼，隧道枪战火拼，来了，我要射了，三、二、一 ，fire！ 搞定，哎，还有一个，来来，往前往前往前，他好像没有发现我的样子。蹲在他前面，蹲着。哎，前面那个应该是爆炸过的警车吧？这一辆应该不会爆吧？哇，隧道火拼，他到底在打谁啊？那边真的有警察在跟他拼枪吗？他往前逼近了，哎呦呦呦呦，有一个警察逼近。哦，碎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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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警察打过去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各位，我只是在哎，我只是在测试我们警察的实力而已，不是吧？最后一个警察倒地了，我现在是完全是一个战地记者，你知道吗？他把他干掉，来，我们射他脚跟，嘿嘿，跌倒了吧，哈哈，来，嗯，好，射他的肾部，往他的肾射一发，让他不能卖肾，他转过头来射他下面，倒地，成功了，各位，我们这一次派出的警力有几辆车子？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辆，后面有五辆，总共有五辆警车的警察，完全制服不了这群恐怖分子，他还翻白眼呢。哇！我靠，这两个警察直接倒地，这个场面真的超火爆的。好的，我们就叫再麻烦刚刚的监视单位过来帮他们清理一下吧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刺激啊，各位你们觉得呢？这种场面比较惊险一点，不然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耍憨，对不对？你们好像都觉得我枪法太神准什么的。我们偶尔也要看一下 GTA 里面的警察他们表现怎么样嘛，对吧？好，监视单位交给你了，我要赶快走出这个山洞，不然我觉得案件都会在这个地方不断的产生。看可爱的小马全部这样走过去，他们为什么上次我当骑警队的时候他们不快一点呢？啊？我看错吗？这个马直接跌落到那个下面去是怎样？傻眼。OK， 嫌疑人，过去看一下。Code 2啊，不要亮警，你把他吓走。他是在利他邪教那边是不是？我不要再清理利他邪教了。我每次到峡谷这边，总是去利他邪教那边乱玩一通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要小心一点。这个地方要小心处理案件。等一下，利他邪教看我不爽，直接射我。小哎，利他邪教的哎，我们 peace 一点好不好？ peace 一点哈，没事哈。怎么样？ search for the area， 找一下，有人吗？这附近有人吗？哪里有人？我找一下哦。来下车检查一下。Hello， 有人在这个地方吗？有没有人呢？有吗？有吗？这个山林这边，我看一下下面，下面那边好像也没有人啊。这边呢？不要吓我，你们快给我出来哦！不要再玩躲猫猫游戏了哦。到这个地方来，跑起来看一下，在哪里啊？嫌疑人，哇嘞，是不是走掉了？哎，没有人啊？我们要回报中心吗？我再找一下，还有没有人？看一下 他有可能跌落到山谷下面了吗？不可能吧。欸，那个什么，欸，那个什么东西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来来来，啥？这边什么时候有这个的？有人知道这个吗？大家 有观众知道吗？ Give thanks。 然后呢，我看一下，那边有个太阳。哦哦，阿尼阿威有一个羊头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什么 ？See the eye？ Oh my god！ 这里是有人在，这是利他邪教的东西吧？哇塞，好恐怖哦！天哪，有够阴森的，赶快回去！哎，那个嫌疑人到底在哪里啊？根本没有这个案件吧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。
哦，等一下，有哇哇哇的美洲狮在叫了。哎，美洲狮，美洲狮大大，美洲狮大大大大大大，不要啊，大大！我又死掉了啊！为什么美洲狮一咬就死掉？美洲狮是有什么 bug 技能是不是？一击必杀吗？还是怎样？为什么呢？每次都这样子。好的，各位，经过一番治疗之后，我们又回来山区。现在时间是什么时候啦？我看一下。现在时间晚上八点，我为什么一定要下车才能看手机？奇怪。来，我们再往上走啊！我来测试一下这台车的爬坡力到底怎么样。我现在也不太想接什么案子了，对，我就是一个带度的警察，好不好？我想要用这辆车的马力，看我们能不能登到前方那座山顶。来，我们挑战一波看看啊，什么兔子什么的，管他的，撞过去就对了。来，直接挑战一波的啦，好不好？别怕了，我们先一个下山，然后绕过去那边。中途有接到案子就接接看吧，如果没有我就不接了。来测试一下这台 F150 的实力。哎呦，小心开，小心开！山林警察带护子手，在上班途中开着大马力越野车啊，爬向山顶。我来，绕这个路小心走，这个地方啊很容易出事的。嘿，过来，应该是走右边这条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小心小心！哦，在这么陡的地方，这台车子也是完全不费力，直接这样下来。过来这个地方，哎，其实美国很多人都会拍那种极限运动，比如说骑着一个脚踏车从这山上一路这样一进到底下来。我觉得我之后应该也要做这种类似的挑战。我应该是没办法成功了，每次下来都是摔个半死。这边呢？这边应该直接 K 过来就可以了吧？啊，直接过来。哎呦，好，哎，卡住卡住。卡住，拖住 ，OK。好，现在几点了？我没办法在车上看手机的样子。然后这段路比较危险。哎，美洲狮，下面有一个美洲狮，我现在看到美洲狮都有点害怕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再撑着点。往上走，往上走，越往山上走，发现 FPS 越来越高了啊，因为山上没什么物件。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来来来，还不够，这里还不够，再往上，再爬，再给他爬上去，爬楼梯，我觉得拼一下应该可以。往上冲刺，150，调个角度，往前冲，四轮驱动。哎，它是四轮驱动吗？好像不太像是前方两轮驱动一样。哎，哎，四轮驱动，哎，这台车子，哎，卡住了，不行啊！再换个角度，来这样子，挂过来。水啦 ，Speed Pursuit 在哪里？啊，在下面了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去。哎，这里有个妹子。来来，登上山顶，搭讪一下妹子一波。嘿，妹子，你是我刚在山下遇到那个吗？不是。来，我们啊，拿到一个册子。OK。来来来，给我看一下你 ID 卡，妹子。尼凯拉梅尔斯。调查一下啊，妹子，有缘相见啊，我们在山上中相见，大家认识一下。不是，我调查一下你的资料啊，不要再乱搭讪别人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变态警官呢。OK，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可以啊。就说了，爬山的人都是好宝宝，好不好？根本不是什么通缉犯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成功的用 F150 登山了，我们就在这个非常美丽的黄昏当中做个 ending 吧，好不好？那希望你会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及到我的 AB 粉专站，更重要是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就在下一章警察目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. I'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.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. Heart on fire. Set my heart afire.